诶、hey, ，大家好啊！今日又拍 YouTube， 咁样今日咧就你见到个头片啊，就系、是、流唔系喎？点读啊？离散的流星咁样，我成日都读错离散的流星，我成日都读错咗流星的离散嘅咁样。咁咧今日咧就邀请咗星传道啦，咁就嚟同我哋分享啦。咁点解邀请佢咧？系因为佢早喺唔知几时嘅时候咧，即系香港人未流散、未离散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开咗个 IG page 叫做咩话？叫咩啊？流散者们，流散者们 ，OK。咁所以咧，佢喺预言咗咧，我哋系香港人咧系会流散嘅，所以我哋就邀请咗佢嚟问下啦。咁咧同埋冇呢咁，佢咁啱咩人？冇呢咁嘅事咩？我以为你冇预言喎，我以为你系先知喎。唔系，系求其揾个笔名。OK， 求其揾个笔名。好啦，咁但系咧，另外咧就系佢见到后面呢本书啊，因为佢近嚟出咗本新书，咁就又可以读下书啦。即系香港人系要饮多啲水同埋读多啲书噶嘛，系咪我哋？咁所以读多啲水，饮多啲书。系啦，冇错啦。咁所以邀请咗佢，谂下佢点解咁前卫，分享下佢嘅古仔同埋佢嘅一啲睇法啦。咁如果你唔系基督徒咧都冇乜所谓嘅，你可以听一下其实基督徒人点样理解呢个流散嘅概念啦，好冇？好，大家好，我系阿星。Hello， 系喎，系啊，我系阿峰，其实冇介绍自己。好啦，咁但系咧，不如你讲下先。我想问你嗰个 page 几时开始嘅？我个 page 19年咯，一九年。喂，啲叫几时啊？19年6月咯。19年6月是为什么你这么快可以预计到人会流散呢？19年6月肯定未流散的。哦，是啊，19年6月不讲那么多啦，就是要就是大家记得什么事就什么事啦。那那时候开个 page 就写下信仰反思先的。同埋那时候又不是想着自己做的，想着一班人做，但是做就是写下又没什么人一起啦，那就变了自己的 page。那去到20年好像差不多未到20年，跟住就发现不如改名啦，因为之前个名叫香港基督徒唔知乜他平台啦，自己都唔记得改咗咩名咁样，跟住就觉得都好难代表其他人，同埋都 end up 都系得自己一条友做，咁不如改名啦。咁改名就发现有好多唔同嘅处境啦，其中一个触动嘅就系、是流散的處境啦，咁就同我比較關注係一個 holistic care 啦，即係唔單止係某種嘅即係政治或者社會氣氛，而嗰陣時我就觀察到香港人個整體身份認同咧都係reconstruct 緊嘅，咁就彷彿好似同聖經啦，即係自己係基督徒，咁就諗起聖經裏邊猶太人咧。先被掳啦，即系俾人打到国破家亡啦，跟住咧去埋其他国家嘅，咁然之后咧嗰种嘅流散啦，咁因为嗰种流散咧有即系个状态就系、是有啲人去咗由原本生活嘅地方转移咗去另外一个地方，重新生活，重新嚟过嘅，系被逼嘅。亦都有一種情況，就係留低咗喺原本嘅地方，但係嗰度已經係家不成家、國不成國咁樣。咁即係呢一種就係當其時猶太人嘅被掳同埋流散嘅經歷啦。就我覺得喺身份認同上咧，即係其他地方都可能有唔同程度嘅共鳴啦，但係喺身份認同上邊，好似就同當其時見到嘅香港人整個嘅狀態啦，特別精神狀態啦，就有啲類近。嗰陣時就發現好多基督徒可能佢都係喺佢嘅身份認同上邊啦，即除咗頭先講嘅香港人呢個身份，其實基督徒嘅身份都係咯，即特別過去呢幾年，都唔知過去幾年係過去十年啦，即好多教會都會會俾即基督徒話離地啦，即都唔係非基督徒，唔係一啲唔認識信仰嘅人講，反而係自己即係所謂自己人講啦。咁其實好多基督徒都尋索緊呢個身份，特別過去咧就加速咗，即係嗰種追尋乜嘢係基督徒，乜嘢係教會呢一種嘅即係上網啦。咁所以就開始咗唔同嘅
即係旅程啦，咁有啲狀態咧，以前就會俾人覺得係好負面嘅，即係例如離堂啊、離開教會啊、唔翻教會啊。咁但係喺過去幾年，我諗就係呢種現象都唔係純粹一個負面嘅標籤，而係一種好係咯，就係離散呢個現象啦。哦，嗱，咁你頭先講咗有一個心理狀態開始噶嘛，本身係一個身份認同嘅流散啦。咁跟住去到物理嘅流散啦，咁你就關注係一啲堂會啲嘅狀態啦。咁當然而家香港人直頭係一個物理狀態嘅離開咗香港嘅流散狀態啦。可能你覺得個定義除咗呢一個層面嘅變化之外，喺呢幾年你有冇覺得又唔同咗咧？即係人流散嘅狀態有冇啲嘢變化咗咧？有啊，其實都同即係其他地方嘅流散，我覺得都幾類近嘅，即係例如。物理上、地理上的流散咧，其實都係必然會經過一個階段，就係、是有啲人去咗新嘅地方，好順利咁樣去過渡啦。咁但係通常呢啲例子都係 survival bias 噶嘛，即係成功嘅就會覺得哇，好似好掂喎。咁但係好多失敗例子冇講啫。咁有啲人係會唔成功嘅意思係咩咧？即係可能會再去其他地方啊，或者回流嘅。香港人嘅移民潮底下。輿論上邊就好似覺得回流係一件壞事啦，或者就係頭先所講，即係重新開始喺新地方重新即係有一個 second career second life 咁樣，好似衰咗喎。咁但係我自己覺得，如果再宏觀啲睇，其實呢個都係一個流散嘅 journey 咯，即係一個旅程。意思係流散本身可能就係、是，如果用一個比較宏觀嘅角度，就係、是。nomad 啲嘅角度啦，即係nomad 即係遊牧啲咁樣嘅概念嘅話，其實每一個地方都唔一定係一個好 stable 嘅狀態，反而係一個homecoming 啊，homing 啊，即係我如果我借用有啲遠啊，借用呢個關瑞文喺呢、這個突然間唔記得咗套戲添。即係講南亞裔小朋友同黃秋生嗰套電影咧，佢就用呢個 home， 即係其實大家都係一個係香港人，一個係南亞裔咁樣啦，就喺一個係身不由己，一個係喺自己屋企，但係揾唔到屋企嘅意義，大家都尋索緊一個 home， 但係關瑞文就認為嗰一種狀態係動態，就叫做空明啦。咁我覺得呢一種都有啲類近，即係而家香港人嘅情況嘅。即係最初可能我個觀察就係一種精神狀態、身份認同啦，但係似乎更加真實嘅係，即係大家係一種動態地探索緊。咁當然啦，有啲係唔開心嘅，有啲係面對好多張力啊、掙扎啊。咁呢啲心情係唔能夠完全理解或者能夠分享到啦，因為我冇移民啦。但係我估係想像到，同埋嗰種即係如果用借用翻頭先個概念，其實都係即係一個階段咯，即係未必係我而家要回流，好似好慘咁，其實都係一個空明揾緊乜嘢係。自己的家或者個根，其實如果是認同香港是個根，咁翻嚟都未必是一件壞事，反而是即係點樣係呢一個根帶住呢一個根去諗未來的生活咯，必然會出現有啲係會 stable 咗，有啲係會冇咁 stable。咁所以咧呢、這個又可以踢翻去，即係點解呢本書叫流星啦？簡單聽係啦。其實是會好似即係頭呢本書講離散嘅流星啦，意思是其實是係會有機會建立咗新嘅軌跡之前是會好 scatter 嘅，係會俾唔同嘢牽引咗嘅，即係引力啊嘛，即係唔同嘅星體都有唔同嘅引力。當原本個地方爆炸咗之後，先會 form 咗一個新嘅星體出嚟。咁就有啲似而家整體嗰、那個移民或者是用翻頭先個字眼，就是空明的狀態，或者叫 nomad 的狀態咯。就是有些人會想 stable， 或者很快很有條件去 stable， 但係亦有些可能是經歷緊哇爆，即係由原本的地方離開了，重新適應，重新嚟過，原來是爆炸性咁樣係即係唔同嘅，咁可能就會經歷嗰啲。即係 ups and downs， 但最後可能都會找到佢自己嘅軌跡咯。咁呢樣嘢咧，其實
又咁啱又同基督教好鬼似啦，即系香港基督教嘅生，即系近年嘅生态就系好多人离开教会或者系去调翻转去好多唔同嘅教会咧，其实都有啲似将教会生活由过去一个即系中心，以某个堂会做中心，就转移咗去用唔同嘅堂会去做中心。即係個軌跡咧，可能就唔係咁正常啦，可能係俾呢樣嘢牽引咗去嗰度，又即係行緊第二條軌跡。但係喺個過程，佢就慢慢慢慢，最後會 form 咗自己嘅一個即係新嘅軌跡，甚至係佢自己都變成一個新嘅星體咁樣咯。咁呢個就幾即係我自己觀察，就係幾形容到某啲年青嘅信徒啦，即係反而因為咁樣就重建緊佢嘅。即係所謂嘅教會生活咯，即係未必係以堂會為中心，而係以其他嘢啦。咁包括可能係以使命為中心咁樣啦。咁另一方面就係、是我係傳道人啊嘛，你一開頭介紹咗，我自己觀察就係年輕傳道人都多咗呢一個嘅即係想像啦，即係未必單單以堂會為即係服侍嘅場景，而係可能喺堂會以外啊唔同嘅地方都係回應緊，或者係成為一個新嘅星體去。讓到其他離散咗嘅一啲小隕石啊碎片重新成為翻一揾到佢嘅喺信仰上面嘅軌跡咁樣咯。我想問一下，你頭先提及到咧，就係呢一個流散咧，其實係由信徒嘅角度開始先噶嘛。咁你就描述咗一輪啦。其實而家嘅信徒可能都係會離開咗個堂會，或者唔係再以堂會為中心啦。我想問起初個動機係點解會有呢一個情況咧？哇！你問親啲問題都可以講好多嘅喎。你求其講啲啦，咁我冇辦法嘅喎。動機講 point 講 point 又俾人插嘅嘛。如果你有睇，你如果有聽是但啦，你自己剪啦，有啲动机咪会不满教会咯，咁都离不开就系、是、觉得教会离地啊，或者系社运嘅即系可能系社运嘅时候政见不合啊，或者系疫情嘅期间比较多系疫情期间走啦，系因为即系好似教会原来都可以唔翻嘅，唔翻都 OK 嘅咁样，即系最初可能觉得冇好有问题，但系三年啊嘛，始终疫情咁可能都会。對於他們的、習慣都有影響咯，我想這個比較粗淺的，但這些都是、就是、動機可能是有主動和被動咯，是的，是什麼？即是被動就是沒有執班啦，因為疫情啦，主動就是他不滿教會，是的，不滿咯，即是包括剛才說政見啊，或者是對於教會一些、體制上的取態這樣咯。哦、OK， 呢个都有啲似香港人离开啊，系嘛？即系有啲人不满有啲嘢啦，咁所以就走啦。咁、有啲人就，但系有冇啲人被动走嘅咧？被动离开香港咁样都有嘅，小朋友咯。系啊系啊，好多小朋友都冇得拣噶。咁我啲朋友都系话，识即系翻咗小学，个小朋友翻咗小学冇耐就要走，咁样识咗啲朋友都冇耐就要拜拜咁啦。哦，咁啊系，不过仲有一个原因嘅，我察觉到，唔知道你哋教会中间有冇呢啲人嘅，就系有啲人系，即系其实而家咩政见嘅人都可以移民噶嘛，系、即系其实系因为觉得其实另外一啲地方嘅生活好啲噶嘛，系啊系啊，教会之间有冇呢啲嘢嘅咧？有冇人觉得哦，另外一间堂会正啲、或者另外一间教会不嬲都有噶啦，我不嬲都有嘅，吓转移教会啫嘛。哦、，OK， 到嘅，喂，即系唔知点样问翻转头，因为你头先已经讲咗，我其实系本身想问，其实本身留低嘅人有冇流散嘅状态咧？咁样，但系你头先系咪都已经描述咗？系啊，系啊，系啊，咁你可以剪翻呢个位答。我而家剪一截，自己再剪咁样。系啊，都系咯，就系嗰种留喺度嘅人，咪会觉得都要重新，都系空明咯，都系。揾緊自己點樣喺一個唔同咗嘅環境底下揾翻屋企咁樣咯。我估教會仲有少少複雜嘅。試下講多兩三句啦，就係、是、教會可能
一直都覺得自己是屬靈的家，但其實他不是很 function 到。而很多信徒對於教會有這種期望，反而因為就 function 不到嘛，那就錯誤期望而失望離開這樣咯。所以這個都比較即再複雜了。哦，可唔可以讲多少少点样 function 唔到法咧？例如，其实我昨晚开 live 都有讲呢、這个，即系大家会系啱啊，我冇听嘛。系啊，例如，我哋即系香港人啦、啊，讲教会生活，通常用咩动词咧？就系讲翻教会啊嘛。咁、即系翻系有一种嘅，即系 default 咗你要喺嗰个地方咁样嘅意思啦。咁通常你去边啲地方会用个翻字啊？翻学咯，翻工咯。系啊，翻学翻工啦，翻屋企啦。咁前两者其实系做噶嘛，同埋系被赋予身份噶嘛。即系你翻学就系、是、即系你系学生，或者你即系如果你系老师，你都讲你自己翻工啦。你系被逼即系跟从接受教育制体制啦，翻工都系啦，你要服从老细啦。咁呢啲咧勞動嚟噶嘛？咁除咗翻屋企，其實即係你都係用其他字眼去，即係一種好似係做嘢多啲啦。咁我諗教會本身話翻咧，其實可能原意係翻屋企啦，翻多啲嚟，即係呢個家啦。咁但係事實上咧，似乎呢個翻咧就係俾人嘅，俾唔係普通人或係基督徒咧個感覺似係翻工同翻學多啲，即係例如翻學。要 take attendance 啊，即系你冇翻一次崇拜，啲人就问你，去咗边啊？即系嗰种关心系有压力嘅关心多过即系纯粹嘅，即系我估问嗰个人未必有心嘅，但系系咯，香港嘅教会就有一种咁样嘅氛围咯。咁翻工不在话下啦，即系翻教会系做仲即系做义工，好似做义工多过做正职咁，好多人都系咁啦。咁当然呢个系奉献精神，但系系啦，即系下山一万字啦。咁但系即系呢个翻屋企咧，反而喺香港教会咧就好复杂，因为佢理念上好似系但系实际上好似唔系好 function 喎，反而系变咗翻工翻学多啲。喂，你描述到翻工翻學咧，咁我就觀察到咧，其實喺香港嘅朋友仔啦，其實有一個翻工嘅情況咧，係即係幾近呢幾年幾常見嘅。要不咧就係啲同事咩啊？好早翻工，好中意翻工，好中意翻工，呢個都係嘅。但我唔係啦。咁但係有一種咧情況咧，就係因為唔夠人啊嘛，即係而家各行各業都即係個失業率勁低，就係因為佢直頭係唔夠人翻工啊嘛。咁所以咧就發現咗啲人剩翻喺度嘅人咧做到嘔血為止啦。咁但系咧其實做到嘔血咧又有另外一個情況嘅啫喎，就係做到嘔血嘅時候咧，啲人要不就係唔做啦，因為平時都係咁嘅人工，突然之間即係一個人做兩個人嘢咁樣，咁佢會轉工咯咁樣。咁轉工之後，咁佢通常都會好啲，因為會揀間好啲嘅公司啦，或者而家轉頭啲公司又覺得請唔到人，可能都會對啲員工好啲啦。咁呢個係情況一啦，咁情況二就係可能你都係一個人做兩個人嘢，不過你就會升職咯，即係你就會無啦啦就因為原來唔夠人啦，咁你上面嗰啲人又走咗，咁你知道主要走咗嘅香港人其實可能係啱啱有小朋友三四十歲嗰個位噶嘛，即係一個好多中層嘅人士嚟噶嘛，咁或者中高層啦，咁走咗之後就無啦啦有好多位，可能有啲人都可以升職嘅咁樣。在教会有没有这些类似的警方出现多的是啦。很多很多有实力即是经济实力的即是人都走了啦，即是不开名啦，即有些堂会我知道由1000缩到去得返600，其中走了很多人都是过去奉献好用心用力奉献的。包括金錢上的奉獻，包括即時間上，即以前是會做某些重要的侍奉崗位，這種離開就會對於教會就是不是數字上那麼簡單，是運作上都會有影響咯。甚至即剛才講的例子已經好一點，原因是他的 base 夠大嘛，即未死得啦。有些如果 你想像一下100人變60人，或者甚至是60人變到得回
唔夠30人，咁就弊啦，即係都會直接影響請唔請到一個傳道人咁樣咯。即係又係琴晚開 live 都有講，即係我會形容呢啲教會就係經濟，即係佢個實際存在嘅處境，佢生存都成問題咯。咁其實可能要值得諗下，係咯，即係唔係淨係諗點算，而係可能要問下仲繼唔繼續咯，因為佢作為一個 institution， 佢都好大鑊啊嘛。同埋如果我琴晚係咁樣講嘅，如果嗰班即係萎縮咗嘅群體仍然揾到使命嘅，咁咪繼續努力咯，即係等候神嘅工作。但如果唔係，就苦苦堅持都已沒意思啦。咁不如執咗佢，或者有啲人好咁樣講，以下講嘅嘢可能會得罪某啲比較有情義結啲或者傳統啲嘅即係基督徒啦，但係都有啲講法就係、是，既然係咁，不如有啲堂會啦，即係 local church institution 嗰啲，就不如等 M&A 啦咁樣，即係合併咗佢。教會有冇啲 M&A 㗎？有冇呢啲嘢㗎？教會如果跟法律嘅話應該有，因為佢都係一個。即系慈善机构系啊，都有系咯章程噶，咁其实系应该有嘅。原来教会都可以 M&A， 咁学校都可以 M&A 啦，就解决咗啲教杀校问题，可唔可以咧 ？M&A 大家冇着数啊嘛，一齐啊，有啲冇系咯，有啲学校系负资产啊，或者系妇女嚟。两间差唔多，咁咪 M&A 咗佢得唔得？即系两间都差唔多，苦苦挣扎咁样。哦，系咯，同埋要睇教学方针啊，请唔请得起啲老师，即系 M&A 员系咪都请到咁多老师先得噶嘛？哦，咁啊系，其实都系要杀咗啲老师咁啊。教会想 M&A 就系想挂名挂牌都仲有嗰班人喺度啫，或者叫做唔知乜乜堂咁样，即系我嘅想象嚟，我暂时未听到好具体 M&A 嘅例子，但系都有啲人讲咯。唔系，咁但系其实都唔系唔理想噶，因为我头先咁样讲嘅一个情况就系、是，其实即系作为一个员工，其实我可以搵到一份好啲嘅工，对于一个员工嚟讲冇几坏嘅啫。而或者我突然之间有一个员工可以升职，咁其实我系冇几坏嘅啫。即系喺一个劳动市场嘅角度，我觉得而家呢个情况对香港人暂时唔系好大影响。我觉得，反正都唔系好大影响，即系好大影响。不过系。深烤是一个正面的影响的，如果你能够有能力去转工或者有能力去升职的话、哦、即其实机会是多了，我反而觉得会不会呢、如果宏观来看是咯，刚才讲教会就不是咯，因为那些持份者、是、出粮的是少数嘛，多数的是参与的嘛，即我翻崇拜的，突然间没得翻要转，那就很影响了他即係好多歷史包袱，或者係咁，我聽過一啲例子，就係例如學校咁樣，其實即係以前就好難先升到個主任啊嘛，好枯啊嘛 ，TA 都唔係度度都有位啦。咁近年咧係唔請 TA 啦，直接請老師，即係完全冇讀過嗰啲咩 PGD 都直接。啊，咁梗係啦。如果你講加拿大嘅勞動人口，我哋係好多勞動人口，就係唔夠工俾我哋做嘅。即係競爭好大。系啊，好大！加拿大嗰个劳动市场只系因为好多新移民啊嘛，而其实如果入得嚟嘅新移民咧，我而家个感觉都系大家都会有一定嘅专业程度嘅，即系你入得嚟加拿大嘅话，咁我唔知道英国系咪都系类似啦。咁但系因为本身入嚟加拿大嘅人，可能佢都有翻咁上下程度，但系咧有趣嘅地方系咩呢？加拿大成日都要收你钱嘅，同埋要饿你一两年咧，系唔俾你做嗰啲专业嘢嘅，譬如医生啊、护士嗰啲咧。要你俾嚿钱去考牌啦，嗰嚿钱都唔少嘅、哦，即系可能几皮嘢起咁样嘅、哦，即系港纸。咁、然之后考个试，仲要等你两三年咧，先至俾你挂翻牌，诸如此类咁样。即系唔止系医护嘅，即系譬如我听老师啊，好多即系唔同范畴都有呢一个状况嘅。都未讲你本书嗰啲。我本书你问下咯，都冇乜嘢好讲。诶、好啦，咁咧今日咧，我哋翻翻嚟先，因为咧。点解请咗阿星呢？另外一个原因咧，就是、因为佢有本新书啦，咁样。咁佢本新书咧，就叫做，俾翻大家睇先，叫做点读噶？
离散的流星定系流星的离散啊？离散的左自由，左自由嘅问题，我唔知啊。我而家调转咗，因为 flip 咗嘅，我自己睇个镜，系啊，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都呢、這个咧，我哋开头倾嘅时候咧就话，不如搞个网上读书会啦。我话你讲嗰啲嘢同一般香港人又相关，可能或者同一般嘅信徒又相关，咁不如问下你啲问题啦，咁样。咁我就睇咗啦，睇咗你本书啦。诶、大家望下先，系啦，就系、是、后面嗰本啦吓，而家睇唔到佢。咁样，咁样有一个 chapter 咧讲记在心上嘅，喺第五个 chapter。如果大家睇紧书嘅话，我想问一下咧，因为咧你就讲到咧圣经入边咧，即系就会讲啦，我哋要忘记背后啊嘛。但系同时咧，圣经入边又会纪念好多嘢。咁请问有啲乜嘢系应该要忘，有啲乜嘢系应该要记嘅咧？哦。我记得那篇就是系啦，讲记多个忘嘅。咁我觉得，如果哇，讲得好讲经咁讲，讲少少啦，系啦，即系如果我会剪走你噶啦，如果觉得冇啊，系咯，即系成日挂喺后边，忘记背后都系讲话啊，以前做过啲衰嘢或者系失败咗，唔紧要啦，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得噶啦。但是我自己睇聖經咧，就似乎聖經唔係講呢樣嘢啦，而係講即係有條友叫保羅啦，即係即係基督教好大程度都係因為呢條友去建立到出嚟啦。即係耶穌係即係思想家咁，叫聖保羅做條友。我唔驚啦，係啦，咁驚咩有個女落踢落嚟。咁保罗咧就系啦，就帮佢 execute 咗成个体制出嚟啦。咁搞到我唔记得想讲咩咧。系啦，即系佢写个封信啦，信入边就话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啦，向着标杆直跑咁样。咁其实佢嗰阵时咧系有啲背景嘅，就系、是、其实佢本身咧系一个好叻嘅人啦，类似今日嘅律师啦，但系佢抛弃咗律师嘅身份，就是、去做呢、這个。傳道人咁啊，即係好老土嘅，但係佢就覺得即係呢個就係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啦。咁面前嘅就係即係上帝要佢做嘅嘢啦。咁就係、是、宣教啊，做傳道人啊。即係嗰陣時就興寫信啦，就寫信牧養好多人啦。咁呢一個就係我自己嘅解讀啦。而所以我諗忘記就唔係純粹忘記一啲不好的事然后重新开始，而是忘记过去的风光啊，过去的丰富啊，然后为着一个很值得你去从即是好像赛跑这样继续跑下去的，可能你跑了人生一个阶段了，一个里程了，跑了好几个马拉松了，再跑的时候可能要转换地方了，不是在香港跑渣马了，去东京去其他地方。咁再跑嘅时候，可能就系要带住新嘅眼光，要忘记背后。哇，可能跑都攞过好多奖牌，但系再跑嘅时候系新噶咯。咁你问即系呢个就忘记咯。咁要记嘅话，我谂就系记住唔系过去嘅，即系头先所讲啦，要忘记嗰啲风光啊，嗰啲荣耀啊。我谂要记嘅，调翻转就系记得过去嘅付出，点样喺即系每日嘅。堅持同埋為咩而跑咯，即係如果用翻頭先嘅比喻，咁係咯，即係同樣如果講點解一本書有一個咁樣嘅小嘅篇幅咁樣寫咧，其實係想希望大家記住自己係啦，為咩而即係帶住香港人呢個身份去繼續努力生活咯，不論喺人在異地定係留喺香港，留喺呢個城市，其實我諗。找回自己内心里面那种的想望啊，那种的初心啊，是重要咯。咁那种初心有机会因为个处境是会有啲变化啦，未必咁容易继续 actualize 到嘅，咁容易追求到嘅。但是我估内心嘅一啲价值，例如希望做一个良善嘅人，点样帮到身边嘅人能够少一啲。即係做香港人好辛苦噶嘛，翻工好大壓力，但係香港人好中意翻工噶嘛。咁點樣可以喺咁樣嘅情況底下都可以即係帶到一份 peace， 或者有啲人係好善於即係令到嘅氣氛輕鬆啲嘅。咁我估繼續做翻咁即係咁樣嘅自己，咁已經好好咯。咁我諗記住就係記住自己一個咩人咁樣。
我其实下一个问题就是本身都是想问类似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要适应新的生活嘛，去到新的地方，遇咗文嘅朋友，或者唔知啦，即系转咗堂妹嘅朋友，去适应一啲新嘅生活啦，系咪？咁咁有啲乜嘢系应该好 practical 应该记得，有啲乜嘢 practical 系唔好记啦，即系记住嗰啲嘢咧系好影响你投入新嘅生活嘅咧。哦，咁头先讲嘅都系啦，如果再补充嘅话，我估系过去好过去的经验就不要记住了，即是道道都不同嘛，处处乡村处处例，即是如果你去到其他地方重新来过，就适应一下人家的文化咯。如果要记的话，我估是记得以前的好人、不是好人的，即是记得一些美好的东西，那些美好又不是那些风光啊、荣耀啊，几咁即是昔日的嗰啲叫咩 ？Good old days 啊，就唔系记住呢啲，反而系记住可能系一啲微小生活里面微小嘅事情，都能够体会到嗰份即系美好咯，即系好老土嗰啲小确幸咯。因为我谂去到一个新嘅地方要适应，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即系嗰种人情世故都系好难好具体有啲 practical。即係好具體，有啲公式 practically 做咗就會一帆風順或者係好掂噶啦。我反而覺得係一種心態多啲咯。係啦，咁我就想講，其實都真係嘅。頭先講嗰啲咧，即係唔好記住啲風光嘅日子咧。我覺得對於一個新嘅人嚟，即係新去到一個環境嘅人嚟講咧，係比較緊要啲嘅。即係我覺得。其实过到嚟比较，即系我识啲朋友，其实比较容易吃力，觉得吃力啲咧。其实佢哋未必有经济压力嘅，即系冇经济困难添嘅。其实咁，但系嗰个佢哋就会记得啊，以前我哋做紧啲乜嘢工啊，搵到几多钱啊，等等咯。咁但系其实佢过到嚟嘅生活可能仲系好咗，即系间屋又大咗啊，又有车揸啊，等等。咁但系都会觉得唔开心。咁所以我觉得反而系真系头先你讲，唔好记住啲风光嘅嘢啦。咁留意一下有啲乜嘢，即係新嘅咁樣嘅地方，或者新嘅風光嘅地方啦。即係沿途風光都係明媚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記住咗以前嘅風光咧，就可能即係留意唔到新嘅風光嘅，即係風景嘅情況。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幾好嘅提醒嚟嘅。至於你話要記住啲乜嘢咧，咁我就覺得你都講得啱嘅，記住一啲身份啦，即系可能我哋记住一啲，我都唔知喎，系咪应该记住啲好惨痛嘅嘢？其实我讲香港人嗰啲好惨痛嗰啲嘢，唔知记唔记住好喎。可能想唔记得都好难唔记得咧。咁啊系，即系系，不过嗰啲午夜梦回啊，都可能会无啦啦记得嘅一啲记忆啦。咁我觉得嗰啲就记住啦，咁样咁可能会即系。即记住我哋点解要喺呢一度啊，或者留喺香港嘅原因咯。你头先都有咁讲噶嘛，系咪？系记住自己嘅身份啊嘛。我想读一句你头先你本书嗰个对白出嚟啊，你写得咁好，你好尴尬咧。人哋读你本书喺边？读大声啲，读大声啲，黐线。好啊，咁跟住嗰句嘢系咁样嘅，痛苦一直存在，忘也忘不了。咁既然忘不了咧，就不如记在心上啦。就喺忘同埋记之间，容许嗰啲复杂嘅思绪停住，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嘅人啦。呢份痛咧，将一直提醒住你我，其实到底系边一个咧，系我哋嘅手足咁样嘅。写得几好喎，估唔到你写嘢都几好喎。系，我都估唔到。系啊，咁样。一定你有问题想问我嘛，系嘛？系啊系系，调翻转有问题，系啊系系。你问啦。你睇完成本书啊？你睇完成本书有咩感受啊？睇完成本书有咩感受？好似睇紧啲散文咁样，我唔系叫散文啊嗰啲，我啲中文能力好低，我描述唔到嗰啲书。咁系啊系系啱嘅。睇完本书嘅感受就系。我觉得每一篇咧，可能都会有少少嘢触动到你嘅。但系我觉得你最特色嘅地方咧，就系你触动咗之后咧，你系唔会俾个
出路或者方向人哋嘅，总之就系撩咗佢一下，跟住咧就停咗喺嗰度，就由佢喺嗰度咧就唔落去嘅，咁样提出咗，或者应该咁样讲，你都会提出一啲思想嘅方向嘅，但系你就唔会话俾人知啊，你咁样谂，然之后个答案系咩咧？你就唔会俾答案咁样。咁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存在咗一个一本几好去思考或者整理自己嘅一个状态咯，但系就要。即系你肯停留喺嗰个感受入面去细嚼一下自己嘅感受。嗯，明白。我想追问，会太难啊？我唔会啊，我明白啊。咁你觉得其实读者啦，香港嘅读者或者移咗民嘅读者啦，即系希望我都希望呢本书即系卖到去加拿大。哦，okay。所以我想问嘅系咁你觉得其实系咪即系大家系咪需要一个？很明確的方向或者做法或者 formula 那就是好呢我自己是不是这样觉得的不过我觉得很多人都是想要的因为我譬如刚刚上堂这样啦即是到底你是会想因为呢他有一个堂呢就是说其实人呢都是会在一个即是在一个 journey 里面啦那到底你是想这个 journey 的 uncertainty 没晒啊定是不停在一个 uncertain， 即是定是在一个无限的 uncertainty 中间去生存呢那大部分同学都是想是有一个即是想啲 uncertainty 冇晒的一个终结是好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人是追求稳定性是有这个情况的。那但是调返转其实我自己就不是的。我觉得其实如果我留在香港呢我反而是觉得我想好想象到我在香港的生活的。即系我直头好见得到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到底我系点样嘅一种生活模式，反而呢一种系会冇咗一个 uncertainty 咧，对于我嚟讲系辛苦同埋吃力啲嘅。即系我觉得生命再冇一啲可能性同埋一啲空间去创造同埋发挥咧，我系觉得系吃力嘅咁样。即系如果冇得想象就会辛苦啲咯，咁又有得想象咪开心啲咯。对于我嚟讲，咁所以你呢本书可能啱我呢啲人睇咯。所以答案嗰啲人咧，我唔知道，即系可能佢睇完之后，哇，好迷茫啊！睇完之后咁样，系咯，讲完等于冇讲咁样，系啊，系咯，唔系我觉得咁，但系都系，即系我觉得都 OK 嘅，即系点到即止系一个喺香港嘅而家重要嘅生存技巧嚟噶嘛。哦，都好多生存技巧嘅，我可以讲，都有其他嘅。梗系啦，梗系讲晒啲答案出嚟啦。哦，可以讲。香港人最中意 model answer 噶嘛？系啊。香港人无论生活喺边度，都感觉上个幸福感系相对地低。咁唔知关唔关系到头先你所讲，就系、是、会想追求一种稳定性，但系事实上而家呢个全世界都唔会有稳定噶嘛，无啦啦都打仗啦，系啊，咁样啦，俄乌啊，系咯、啊，即系。其实个世界即系嗰个真实嘅情况就系、是、即系好矛盾，人性就系想追求，即系大部分人啦，可能都系想稳定啲，咁但系事实上唔会，咁就会唔会，尤其是香港人系即系有越差越远啦，即系有啲人话香港人最即系如果用 MBTI 嚟形容香港人就系嗰啲 ISTJ 啊嘛，即系你超稳定，俾佢好努力咁样做就会成功咁样，咁但系而家你几努力？个市场都是即系变化得变动得好紧要啦，咁嗰种 uncertainty 系令到人焦虑啊，冇啊。不过咧，我觉得你有另外一种 uncertainty 嘅感受咧，系不过我唔知系咪我过到嚟咧，其实可能我自己个人睇嗰啲新闻比较多，不过都系嘅呢边嘅新闻即系报道咧，美国大选咧，即系嚟紧大选嗰啲新闻会多啲噶嘛，即系虽然我喺加拿大啦，但系其实佢都系讲美国，好多新闻都系咁嘅。即系讲嗰啲世界新闻，大部分都系讲美国政治啊咁样嗰啲。咁跟住，我觉得佢哋系好适应一种 uncertainty 咧，就系过咗四年之后又会有另外一个世界。其实佢哋系有晒心理准备的，即系可能呢一边嘅人系有一种习惯，系其实个世界系经常都会翻天覆地地反转一次，又再反转一次咁样。咁我觉得系，咁当然都系一个有合理预期嘅。嘅轉變啦，即係唔一定係會成個生活嘅模式反轉曬啦。咁但係佢哋就會有一種嘅期望，甚至乎佢哋會期望轉好嘛。即係入咁你有一邊，如果佢而家掌，即係而家喺度
統治緊嘅嗰一邊，咁佢梗係覺得想維持啦。咁但係另外嗰一邊嘅人就會覺得係有機會生活轉好。我覺得呢一種有機會生活轉好嘅，即係叫咩盼望啦，或者即係希望咧，其實係令到啲人係個幸福感會好啲。雖然美國幸福感可能都唔係好高啦，不過即係我覺得有，起碼有咯。嗯，我哋總結啦，你講先啦。啊，总结会有好多嘢，有冇嘢同香有冇嘢同香港人讲？好好生活啦，好好生活，系啊，好好好好生活，冇啦，好在心中，在心中 ，OK， 诶、哎，呢、這个我好中意嘅句子，在心中，好。咁啊，我哋继续下一次再见啦。可能我哋都仲会讲下一集嘅，因为我谂住讲你本书入边咧，你哋有描述到有一啲基督徒对一啲无家者嘅一啲行动噶嘛。如果冇记错，系咪啊？系，因为咧我哋呢边咧好多无家者噶嘛，即系好多 homeless 噶嘛。咁我哋下次可以讲下呢个题目啦。哦，好啊，系啊，睇下大家对无家者嘅。睇法有啲咩唔同？特别近嚟仲有啲示威添啊，有关呢一个题目。咁激进，系啊，冇错。咁所以我哋下次就再见啦。咁有啲咩可以留言问下星，我会帮你转达去问佢嘅。咁我哋下次就可以再解答，好冇？好，再见啦，拜拜。拜。